重在力。啊！我杀一脚就起来，然后一再轰出啊！力劈华山，力劈华山的凶猛，山干人类多大的力量？就是整个身体干。第一个动作下手，力劈华山劈来，咔嚓到底下。下上去之后呢，往上挑，往上挑，从底下直接傻步挑。回身呢，我们冲，然后一次打到底下。如果遇到气节的时候，你看我回身戳的时候，我戳着打。他这个是从这儿直接从这儿过，我不是打过人，我把这棍打走，应该从你身后过去。咣过去，然后再这棍也掉了，大口子。他这个棍子，这个凶猛啊，他的凶猛从后背叭从后背给我过去之后，然后嗡嗡的戳一下，啊，这个就是力劈华山，凶猛力大，一砸就砸地里。我说唰，这一脚就起来，然后一再嗡往上戳，哎，砸啊！